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瑞佳，我在《阿荣与阿玉》里面饰演曾海亮。那曾海亮他在这个戏里面，他是一个厨师，刚从台北回到东石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回来接家里的餐厅。阿玉呢，他是饰演我的姑姑，我都叫阿哥，很多的在地的一些秋楼菜，我可能必须要从姑姑那边去学习，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转变。因为我自己在戏里面，我本身是学西餐的，那如何在秋楼菜这种传统的中菜跟西餐的料理当中可以做结合。回来到家乡也碰到了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人，叫顺美，算是跟他演欢喜冤家。回来之后就发现一些事情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在《阿荣与阿玉》这部戏播出之后可以期待我的表现。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故事，一段回忆。我是张瑞佳，曾海亮在《阿荣与阿玉》与你不见不散。